不同人制作开花鸡蛋，三岁制作开花鸡蛋，不是吧？今天的比赛也太简单了吧！我随随便便都能拿第一。首先，我们进入插件库，点开道具，找到彩蛋，把彩蛋的模型换成普通的鸡蛋。接着点开属性，把这个可以拾回给它打开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修改过的彩蛋扔到地上，最后拿出花种在上面，就大功告成了。 你们看，这个鸡蛋不就开花了吗？七岁制作开花鸡蛋，三岁那也能叫让鸡蛋开花吗？我看像是鸡蛋掉在了地上。做教程还得看我叶小龙。首先在地上种上一朵向日葵，接着拿出区域复制方块，把向日葵上半部分给它复制下来。接着在地上放上鸡窝和鸡蛋，然后我们把刚才的图纸放到鸡蛋的上方。 最后放上电视激活就大功告成了。你们看，这不比三岁做的那个厉害几百倍吗？十二岁制作开花鸡蛋，他们两个做的都是啥呀？一点新意都没有，还是看我来给你们露一手吧。首先在地上放上方块，再倒上一桶水，接着放上荷花，然后把水给吸干，最后在花底下放上爆爆蛋，就大功告成了。你们看。 我做的爆爆蛋开花牛不牛？